我个人认为青春其实是一种心态，就是就它跟年纪没有关系，跟岁月没有关系，青春其实不会离我们而去，因为它其实是一种态度，就是你对生活的态度。像那帮人怎么样，十几二十个、哦、我一个人两只手三分钟、哦、才怎么样落花流水啦。我跟你讲，我没有情分的邱总先生，这句话的掌声有请我的诗人搭档钟林。哎呀，先问问大家，来帅不帅？谢谢谢谢。哎呀，真的二位简直是太完美了啊！而且这次
仲尼的戏份很重哦。对，仲尼在我写这首歌的时候，他强烈要求一定要加他青春里很重要的这一段很狂妄的自白。哎呀呀呀，这首歌的名字叫《一醉少年狂》。是，那刚才上来说的是醉话吗？其实这跟我们当地的文化有关系。我是厦门人，所以我们当那边的年轻人就一起喝酒，然后因为很穷嘛，喝不起啤酒，就只能买二锅头，所以都喝不过三两。就全部都会醉，而且一定要吃牛肉。为什么吃牛肉？是一种情怀，就我们一定要吃牛肉啊，才配得上我们的身份。对，就又穷又要吃牛肉，酒又喝得不多。对，喝醉了就觉得这个天下没有我办不到的事情。我们每次经常跟朋友吹牛嘛，就说哈，昨天晚上十几个人啊，我一个人打爆他们，就这种感觉。对，其实我们可能整个青春当中几乎没打过架，就是整首诗歌是你的真实的故事，就是你的少年的时候那种一醉少年狂的真实的写照。我觉得青春是一种心态，你只要不放下它，它是不会离你而去的，就大概这样。